什么样的变化呢？小的 verse 都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每次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经历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隔着酒店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对于新事物怎么不转经，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但喝彩就在成为深夜的幻境。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保护一些秘密，等它发酵解开后我写个三给你。可是越大就别坐下，我这个歌迷他越显得惊讶，开玩笑把 rapper 坐在中间，面孔上不上不说，这是通往成功的方向。听说谈话沉默在万里高空上，而且可以把我身旁空荡荡，安静容易让我想起妈妈，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妈当知道年龄在天上，透过窗户洒下一阵的刹那，最后不会因为一粒灰尘而泡汤。的人的心我曾经飘在经济舱，希望前方还有表情别哭丧，希望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没阻挡。你的轨迹有没有偏旁，你所希望都发生在世界上。 Ladies and gentlemen, KL 刘聪。我通了电话连不心疼的晚上，你写下快笔，忘了笔画前的经验，或比说你这么拼当然需要信心。不可以留恋地平线，这摊位毕竟看不见，充满的人有求必应，独自发芽，谁和你不比拼，直到足以和天空比拼，不可思议的人心来自经历，你别不信。一缕千篇的夜，那些错误我坚持到一起，找过新的美雅一切上面的面前了解前面的爱你是否还有一个心心相印的人，别提出声音伤口轻轻撞，一直风在这里面是在经济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经济舱就在天边。我通了电话连不心疼的晚上，看到山外山，虽然我在经济舱。我通了电话需要的是你还要做人上人，虽然他在经济舱。他说我通了电话连不心疼的晚上，他需要给他掌声，他需要给他掌声。我通了电话需要连不心疼的晚上，经济舱什么不是经济舱，经济舱下面的人变成多少面向同情情状，你的梦在这里面是在经济舱。我更需要掌声，我经济舱广播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一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